山西呢？嗯，是啊。你要来看小黑？好啊，什么时候来？外面。早啊。早啊，小黄，好久不见啦。这个送给你。谢谢，小黑一定会喜欢的。是山西呀。阿姨好。我在收拾屋子，你们自己玩哈。嗯。我都快忘了阿姨长什么样了。嗨，你好啊，来认识一下。黄少，你怎么了？猫是怕小黑呢。猫都是怕生的啦。嗯，行，嗨，行。没什么干劲。嗯，去看教程。学会没？抓住他。他抓了。再来哦。哇，小黑好棒。不对不对，奋力的抓不到才是正确的，知道吗？来，他是不是在耍我？同学们，我去上班啦。好。嘿嘿，你果然又是找借口出来的。我带小黄来看小黑也是真的了，那只是表示我还要帮你照顾他吧，拜托了。这次又是为了什么？为了部落。哈哈哈哈。哎呀，猫起来啦。哎，小黑，你的尾巴呢？那是什么呀？尾巴？原来猫的尾巴可以变成小猫。黑熊，你叫黑熊吗？小白家，啊，你要过来？没什么，待会儿见。哦，这位小姐，来见银鳞胸甲吗？银鳞胸甲，蓝色品质，五金一单。发生了什么事？不知道。小黄，发春了。